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00页啊，第700页第七行啊，第七行看起，是以下分行风德。念老的注解，上面我们学过极乐世界八种清风这一段呢，要说明风的好处啊，风德就是风的好处。受名风骨妙声，德风徐动，宝树宝网演出，苦空无常无我，波罗蜜等等微妙法音。极乐世界之好，我们无法想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我们能信？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自信万德万能啊，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啊。所以学佛，我常常劝同学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造业，真心不造业，真心生智慧，所以它的作用成德了。啊，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谁用着？化身菩萨用这个心。啊，大乘菩萨叫发菩提心。菩提心什么意思？菩提心有体有用，体就是真诚，
啊，用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平等觉，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啊，那是用啊。那用真心呢，就是用真诚心。什么叫诚？儒家有个标准的说法，不自欺也。啊，不会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诚就没有了，就是假的，就不是真心，妄心了。啊，妄心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这个里头也有善恶，善行感受的三善道，那就是天人阿修罗。现在这个三善道啊，也不善了，我们人间社会混乱了，天也如是。啊，所以天上现在人少，三途人多。我们听到这个说法，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少呢？现在人造恶业的多，行善的少，善人才能升天呢。啊，升天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今天有几个人能把十善业道做好？所以善心、善行、善意的人少了，没有过去那么多，所以天上人口大幅度的衰减了啊，三途人口增加了，我们造的不善的业、不善的念头啊，所以地狱增加了，恶鬼也增加了，畜生也增加了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极乐世界的好处，这个经说尽啊，所以我学佛64年，讲经57年啊，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所谓的大道至简啊，真正大道很简单，不麻烦。那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世尊教学的目的是成佛。啊，成菩萨啊，目的还不圆满。啊，达到一半不圆满，要成佛。成什么样的佛？标准是成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佛。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成这样的佛难吗？做得到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没两样。本来是啊，现在又想做佛，哪有不可能的事情？从哪里做起？从不自欺做起。
不知其是德中的根本，大德。啊，为什么要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就大错了，把真心变成了妄心，妄心就造六道轮回，造十法界，妄心造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六道就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为什么？那是场梦啊，噩梦。三恶道是我们，现在人天也是我们啊，人道的社会被染污了，天道也受影响了啊。为什么人升天升不上去了？所以天人越来越少了啊，真的人口是越来越多了啊，天上的人口是减少了，地球上人口增多了，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是事实真相。佛菩萨不骗人，阿罗汉虽人虽然没有发菩提心，他也不骗人。啊，阿罗汉是小乘，小乘的戒律都做到了，都做到一定的标准，所以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那四圣法界比我们就殊胜太多了。我们比不上啊！啊，阿罗汉修什么？我们的经体上说得很清楚，佛法的成就三个阶段：小成就清净，清净心现前，这就是声闻缘觉。啊，清净心是什么心呢？没有染污了，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啊，也就是你看什么问题，看人看事，你没有看错，你看得很准很正确，因为你心没有染污，清净心。我们凡夫的心染污，不清净，不平等啊，不平等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就见不了真心啊，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三种啊，这三种经教里称为烦恼啊，无明也称为根本无明，无明是不明白了啊，真心明了明白，妄心不明白啊，妄心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真心没有啊，佛完全没有，菩萨还有，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
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我们凡夫是三样统统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的一生，从小到老死，所看到的严重的执着。所以社会动乱，地球许许多多的灾变啊，这在历史上从前没有过的，历史上有灾难记载没这么严重啊。啊，死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哪像现在啊。啊，现在的染污，这个执着就是染污，非常严重。啊，佛教导我们修行，头一个就是修清净心，把执着放下，不要执着。为什么不要执着？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虚妄，不执着好啊，执着很可怜的。啊，年岁大了，身体衰弱多病，啊，要想尽方法把身体养好。啊，去找医生，去找医药，啊，找方，这个方法，这些全是妄想。啊，真正放下了，他还有寿命，病就好了，不受罪了。啊，前些年中国大陆山西小院有一个光碟，有40多个人得癌症末期，啊，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们你们还能够活着大概只有1个月到3个月，啊，短的1个月就要走了，长的不超过3个月。啊，所以让他们回家。啊，这些人里面很多是念佛人，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没有办法了，等于说是死刑宣判了，日期给你，这才统统往下。一心念佛，啊，念了1个月之后，念了3个月，3个月之后，人还好好的活着，到医院去检查，癌症没有了，啊，恢复正常了，医院感觉到非常惊讶，就问他们：“你们是用什么药、什么方子治好的？”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回家就老实念佛等死，求往生。啊，寿命没到啊，阿弥陀佛不来接他，他万缘放下，把病也放下了，他不想病了。这个有道理，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天天琢磨我身体不好，天天琢磨我有这个病有那个病，没有病也想出病出来了。啊，你看这些人，他念头一转，不想病了，不要医生就好了，他专想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被他想来了，十几年前的事情。这些人要是走了，个个都到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他想极乐世界，他不想这个世界。他不想疾病，他只想极乐世界。身心自在啊，幸福美满呢。那个美满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前面我们看了正报，介绍正报，这一段呢介绍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极乐世界很特殊。不可思议，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就是它有等级。像我们这个世界有六道，有无色界天，有色界天，有欲界天，二十八层天的，真有啊。不平等的，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真有，但是他们的待遇是平等的。怎么平等的呢？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不是他自己修成。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最低的层次。到极乐世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最高的等级。就是说虽然是小学一年级，到那个地方的待遇是化身菩萨的等级。最高的等级。这个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这个地方菩萨五十一个等级，通通要靠自己修，一步一步往上爬。不认真修就往下堕落。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没有留级的，只有向上升，没有往后退的，而且待遇通通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这个就太难太难了。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你要没有遇到这部经，你不知道。这样的经典，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多次宣讲。其他的经一生就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中国古大的书至少三次以上。那么在中国有十二种翻译。很可惜的，这十二种当中七种失传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五种，我们大藏经里的五种，七种失传了。内蒙有一位金教授，蒙古文非常好。他们在整理蒙古文大藏经，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的无量寿经有二十多种。
啊，那古人想到的这部经是佛多次演说，就得到证据了。啊，我跟金教授说，希望的时候他能够把这20多种通通翻译成汉文。啊，用中国文字翻出来。我们来看看世尊在世的时候啊，多次讲解，他多次讲解并不一样啊，大同小异，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了。啊，汇集是把所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一个本子看到全貌啊，完整的无量寿经。学佛我们是在讲无比的幸运，经典这么多，学哪一部好，去找一部，这一部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有没有？有。古大德给我们介绍《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个讲法，啊，细讲，从头到尾讲一遍要多少时间？我估计的2万个小时才能讲一遍呢。啊，过去我讲了2次都没讲完。啊，第二次我讲了4000个小时，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1/5，讲到初住品1/5了。啊，所以像我这种说法的话，把它讲完，后面全部讲完，2万个小时。啊，4000个小时1/5，通通再加上4分。啊，4×5=20。整整2万小时。讲的人没了，听的人也没了，啊，所以我也换这个经。这个经的内容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完全相同。啊，古人讲中本华严，那还有小本？有，小本华严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3部。都叫华严，大本、中本、小本。好在古大德对于小本极力宣扬，往生的人多，啊，小本的注解有3种最重要的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我过去还学过相宗
窥基大师的注解，阿弥陀经注解叫通赞疏啊，这个书我也印过，法相宗啊，不反对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是得大圆满啊。师父劝什么人呢？劝有大福德的人啊，不是大福德你去不了。大福德的人啊，什么人是大福德呢？真正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是人间最大的福德。他要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教他，他真干，他就真成就。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海贤老和尚成就了。这个老和尚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他20岁出家，师父发现这个人稀有难得，具备这三个条件，他一定能成佛，不是到极乐世界成佛，在这个世界成佛，成佛之后到极乐世界啊，跟慧能大师一样，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就成佛了，见性成佛了。禅宗说的啊，他给我们做榜样，你说容不容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简单一点阿弥陀佛四个字，20岁剃头，师父就传他，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活到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未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没有中断啊，除了晚上睡觉中断，醒过来佛号马上就接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师父当时还嘱咐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什么意思？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了之后不许说，所以他不说，他听话真干啊。偶尔漏了一点啊，我们会听的人听得清楚啊。比如说他曾经说过，我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能说。什么都知道这句话不可以随便讲，随便讲是大妄语，大妄语堕阿鼻地狱。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他有神通，不现神通啊。你看112岁体力
跟年轻人一样，这样大的年纪，啊，信徒到庙里来看老和尚，老和尚看到大家来很欢喜。庙门口有一棵柿子树，他爬到树顶上去摘柿子，摘下来的时候分给大家吃。往生那一天，他晚上往生，白天做一天工，在菜园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干到天黑，晚上往生，不许人作孽，不告诉人，啊，只告诉人我最近啊要走了，阿弥陀佛叫我走了。啊，佛来接他，啊，实际的时间没说，所以这些人到第二天早晨叫老和尚，一看老和尚走了，给我们做榜样啊！我相信他寿命没那么长，佛菩萨加持的，啊，这叫表法。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对佛法生起信心。啊，他表演给我们看的，第一个，肯定极乐世界真有，他一点都不怀疑。第二个，阿弥陀佛真有。啊，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他，他念佛三年就能得到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来透信息给他，或是梦中见佛，或是定中见佛，啊，佛来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心就踏实了，绝对不会错。但是有许多聪明人，这一见到阿弥陀佛，就不肯放手啊。向佛要求，我这寿命不要了，我跟你去，你带我去。阿弥陀佛很慈悲，我相信十个求往生的不会留一口。我们在净土神仙录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啊，这样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人怀疑来问我，是不是他们念佛三年寿命都到了？我这个话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哪有那么巧你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不是的。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恳求佛带他往生，寿命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那么海鲜老和尚应该在25岁以前他就得到，啊，他没走，他会不会要求阿弥陀佛？我想想会要求，他自己说过，他要求，佛不带他去，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很不错，啊，多住几年，做个样子，给佛弟子看看，特别是给念佛的佛弟子看看。所以他这个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给他的。
啊，那一般来看的时候，他应该也跟他们的四兄弟差不多，七八十岁。啊，这是正常的。他母亲86岁走的，他这个师弟82岁走的。啊，他一直延到2013年，啊，2013年，啊，这桩事情我们要把它记住，一句佛号。我想，今天世界乱了。国家地方领导人都是民选的，选出来之后问问他，你用什么治国？你用什么来执政？很多都说不出来。啊，反正是大家都上钱上看，啊，钱赚得多就好啊，把政治变成商场了，这不是治国之道啊，所以他社会这么乱，灾变这么多，啊，那么中国这几千年来。谚语有一句话说，学而优则仕。啊，学问达到一定的水平，优等的水平，可以出来为国大众服务。为什么？他懂得治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跟方法。古时候读书人有这种天分，有这个福报，有这种才华，老师特别重视，让他走这条路。啊，没有这种天分，老师不教他。啊，教他什么？教在士农工商里面教农工商，教这些，让他在这一生有正当谋业的能力，谋生的能力。啊，他是什么材料就怎么样教他。古时候教学是个别教的，啊，不是像现在一般，啊，同一个年级像一刀切。啊，这个中国不用这个方法，一刀切的时候，真正有才华的没掉了，啊，没有才华也提不上去，啊，所以他是个别教学，这个方法好啊，理念好啊，我们想把它恢复下来，啊，再试试看，我相信很管用。啊，无意当中有两个同学告诉我，他们有成就了。怎么成就的？一古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每一天读一部经，读经，啊，就是无量寿经。一天读10遍，啊，开头是10遍的，10遍大概刚刚开头念的时候，一天只能念5遍，2个小时念1遍，
无变十个小时，以时间算十个小时，念上半年熟了，差不多都可以背诵，速度快了，一个小时念一遍，那就一天念十遍，一两年之后这熟透了，半个小时可以念一遍，那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啊，时间是十个小时，遍数你看有五遍十遍二十遍，念了多少年了？二十年没有间断啊。他的成绩呢，刚才讲了，从功夫成片到事宜心不乱，到理宜心不乱，他开悟了。这方法古深显现，千万年当中累积的经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东北刘素云居士，他就用这方法，二十年不间断。他没有学过的经，你拿去问他，他都会讲。啊，没有什么地方把他难住了。对吧？这是大悟啊，这不是小悟啊。啊，另外一个人，胡小林居士，他念《大乘起行论》，分量大概跟《无量寿经》差不多，分量差不多，啊。完全是原文啊，不是说注解，就是读经文。他告诉我，他这六年当中第一个三千遍念完之后，意思差不多就懂了，大概都懂了，看古人的注解能够知道古人到什么程度，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有没有注错，他就有能力。读了两千遍，看得更深，看得更广。现在三千遍，来告诉我，古人这两句话：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于是我就想起来，古人老师教学生，他怎么教？就是看着你念遍数，你念，他在旁边数，啊，给你念的今天上的这一课书。啊，叫你念一百遍，念两百遍，你念给他听。老师讲不讲？不讲。为什么不讲？老师跟你讲，你的悟门就堵死了，你不会开悟了。你将来能讲的是老师的翻版，不是你自己开悟的，所以这个老师就不是好老师。啊，一般家里请老师不要这个老师啊，要什么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那就是遍数，念上一千遍，老师可以说找个时间你把这个书讲给我听听，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就通过了，
啊，再念一千遍、两千遍，两千遍念完了，再讲给老师听，深度不一样，广度不一样，啊，到三千遍，三千遍满了之后，老师说点头，行了，毕业了，这一本学会了，可以再学一步。啊，这一本要是没有开悟的时候，不能学第二步，就是一门深入，就是尝试熏修，自见其意，自见就是开悟，不是别人教给你，也不是看别人注解。三千遍下念下之后，你看这些多少人注解，他注对不对，你就能批判他，你知道啊，这不是老师学的，开悟了，老师要帮助学生开悟啊，啊，开悟之后老师跟学生可以讨论这个经典，可以互相研究切磋琢磨啊，最重要的是要把你所学的应用到生活，如果生活上用不上，你白念了啊，用到生活，你的生活才快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法喜充满啊，那个快乐是从内心里的生出来的，不是外面刺激的啊，长生欢喜心啊，这就是方东伟先生早年告诉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别人享受不到，他没有你这个境界啊，他要有你这个境界，他要好好回家去念三千遍啊，才能体悟得到啊，否则话体悟不到。所以为什么？因为你见性，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讲：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啊，那么佛所说的一切经，圣贤人所讲的这些经论，从哪里来的？是自性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你见性跟他一样，啊，他说的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完全明了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啊，无师自通，我们要学，要训练人才。要训练无师自通的，要训练这种人啊，样样都能通啊，只要见性啊，各种方法都可以见性。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诵的方法见性，修定见性啊，所以他那个读书千遍千遍再千遍，那是修定的，不是一般人读书啊，不是背诵啊，啊，背诵圣人不主张，你看《论语》上就有，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啊，你记得多，不知道的到处去请教，听别人讲。这个不行，这不是自己开悟，一定要自己开悟啊！夫子这句话是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一定要晓得有无师自通啊。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没老师。孔子没老师啊，老子、庄子没老师，都是无师自通啊，真通了
啊，他所说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啊，老子、庄子，啊，《论语》、孟子跟佛经，你掰开来看都一样，同样境界。啊，所以读书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就是觉者，就是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觉就是佛陀。啊，印度人梵文称佛陀，翻成中文是觉，觉悟了。啊，你不用古人这个方法，你做不到。读你喜欢读什么？要读经书，为什么？经书是毕业论文，是博士论文，他水平最高。你读其他的文学作品，他水平低，没这么高。啊，我们是取最高的。啊，所以一定要取经典，儒的经典、道的经典、佛的经典，甚至其他宗教的经典都可以，只要遍数多。遍数多什么？心定了。啊，诵经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修大定呢、啊，修自性本定啊！啊，自性本定，慧能大师第四句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明，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妄心，真心不动。啊，真心启用就是智慧，无量智慧。德能是无量的神通。啊，相好是也是无量的。啊，印度人讲32相80种好。这他只看到粗显的，微细的他没看到。如果再看微细的，那就是观经上所讲的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菩萨在做佛事。佛事是什么？修学成道，度化众生，这叫佛事。佛所干的事，啊，那么现在在很多宗教里找真正佛所干的事找不到了。佛事存在，大家不干了。啊，我早年在台湾一个人很自在。啊，张家大师看到了，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给我这么一个条件，我就答应他老人家。啊，我第一部看的佛书，张家大师教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大藏经里面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啊，告诉我学佛先要认识佛，不认识佛你将来会走偏了，走邪了，你不知道
啊，首先要把老师认识清楚。对呀，讲得很有道理呀。啊，跟一个老师，对老师不认识，那盲从很危险。啊，一定要搞清楚。那读了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不像是一般宗教迷信，像什么呢？像一个老师。啊，但是这个老师的学问智慧是自己悟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智慧是自见，他没有人教他的。然后我们知道这是自性本有的智慧，这个智慧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给很多人讲过，没有人相信。不学你怎么会知道？科学技术知识不学不知道，学了就知道。智慧不学它才出来，学了就盖住了，障碍了。所以学的全障碍它就透不出来了。这个东西不能学，这个东西要定啊，戒帮助你得定，定就开智慧，是这么回事情。啊，这些事情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讨论过的问题啊，但是要有根性。根性是什么条件呢？条件就是老师听话真干，真听话，绝不改变，他就会成功。所以你看看海贤老和尚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不过是六个字，大彻大悟。其义自见，那个自见不是偏小的，是大的，大悟啊，彻悟啊，它不是小悟。阿罗汉、辟支佛小悟，菩萨是大悟，佛是彻悟，海贤到彻悟，这个不容易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就是一门，别搞第二门。啊，这个门看到那个门好，那一门也好，你就完了，你就是六道轮回，再慢慢来吧。法上印时，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这世尊告诉我，啊，佛法都不能够执着，何况世间法？这话很重要啊！佛的法门多，你要样样学就坏了。啊，学习，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根性，试试看嘛。行，老师同意，一本书。啊，这本书学完之后，才准学第二本。啊，学到什么程度你要讲给老师听，老师同意没讲错才可以学第二步。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小部经学了13部。啊，这13部里面有弥陀经，有金刚经，有普贤行愿品，这比较大的，分量大的。啊，我跟他学的时候进度很快，一个月一步。这13部经要一起学，学不会。
就搞乱了，一步一步的学，啊，像现在学校排课，这很糟糕。啊，以小学生来说，啊，他有四门主要功课，啊，第一个重点上语文，啊，第二堂课的是上数学。头一堂语文还没有完全吸收，又来的新的，把头脑搞乱了。啊，如果这四门功课我们来教，啊，这六个学期，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啊，就是一年，第一年完全学语文。啊，第二年学数学，完全教数学。这个小孩学的东西一定高。为什么？他专心，他不复杂。这个方法好啊！中国古时候四书教学是这个方法。啊，没有交叉排课的，交叉排课的时候，学一点常识，模模糊糊的记得，很容易丢失掉。啊，这不是好的教学法，是西方教学法。我对这个很不赞成。啊，40年前我在佛光山，我跟星云法师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一定要交叉，不是像学校，你看大学、中学，你就看课程都是交叉排的。啊，一个老师不是教一天很累，他只上一堂课，上完他就走了。啊，老师是很轻松，学生一塌糊涂。啊，脑袋像浆糊一样，不行啊！啊，我跟李老师在台中是个别教学。啊，是一门一门学，绝对不准学两门。啊，这样扎的根了。啊，13步小步行，然后再回到台中，学了部楞严。啊，这大经。啊，最后一部大经就是华严。华严我只听一卷。80卷，我只听一卷，这一卷呢，后头我都能讲了。啊，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啊，头怎么的了？头开头之后，我明白了，后面就没问题了。啊，老师在台中讲华严，我在台北讲华严，我的进度比他快，我一个星期讲3次。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他了。啊，老师希望学生呢，这有成就啊！啊，这是老师的成就。啊，那我把这些方法告诉星云法师，他不同意，不同意我就离开。我那个时候告诉他，我把佛学院130多个学生分班分组，啊，可以分成40个组，一组三个人，3个人专攻一部经，啊，多久呢？10年。我跟他这样说，10年，他这不像学校。我说10年之后，我有把握能教出至少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水平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那个时候佛光普照全球啊。他还是摇头算了，我就走了。现在老了，后悔了。啊，他要是把我留到佛光山，留了这40多年的时候，我们对佛教贡献就太大了。
啊，来不及了，光阴再找不回来了。啊，所以很不容易，缘遇到了要抓住，就会有成就；抓不住，机会错过了，后悔莫及。啊，佛教这东西好，经得起考验。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都通通注重孩子的悟性，反应很快，啊，悟性很好，这可造之才呀，要好好教他。啊，反应迟钝，啊，讲半天他也听不懂，啊，那个将来就是他有谋生的技术，啊，他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弄死，这也是生活。啊，所以古时候，国家没有办学校，国家的学校都是像现在讲的党校。是培养政府各级干部的，啊，省一个县有一个，叫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中央考试是皇上做主考，考进士，这个进士举人秀才，就是我们现在讲博士、硕士、修士，学位的名称，啊，你拿到什么学位？是这么个道理。那么极乐世界珍宝真的是无法想象，殊胜到极处啊！依报是环境，这一段是介绍风啊，你看它风之妙，风骨妙生，风吹动树枝，树枝是树是七宝，啊，这个宝与宝相撞，就发声音，这声音非常美妙，像我们用风铃，啊，风铃都是用铜做的，啊，极乐世界的都是宝树啊，无量珍宝成就啊，那个声音好听啊，啊，演奏出来的完全是交响乐。这妙声呢，得风许动，清风不是暴风啊，不是台风，宝树宝王，宝树发现王是楼王，覆盖在宝树上的装饰品也是七宝之成就的啊，所以多法声音，这个声音里面妙在哪里？妙他在说法啊，他演出来的是苦空无常无苦啊，这个就是早年头张岱大师教我的看破知道这个世界六道轮回是苦是空，相是苦，体是空，四谛法里的体苦谛，这是第一个，我们很难懂，经上虽然说了不能不接受，佛说的不能不接受，但是我们体会不到啊，找不到证据啊！啊，那么读经要读得多，
为什么呢？多到自己有小悟去相信了。啊，换一句话说，一千遍之后你就相信了，心没有根，两千遍心扎根。啊，那我们今天说得到科学家帮助。啊，苦空无常无我，量子力学家证明了。我们看到他的报告跟佛经人讲的一样。这佛经高等科学。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是专门研究微观世界科学两个方向，一个是宏观天文呀，研究天文学的啊，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微观是最小的物质，最小的啊，80年前发现原子，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啊，原子不能再分了。那么随着现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啊，仪器，先进仪器不断在成长，原子打破了，那它不是最小的了。打破之后发现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发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最小的？一个一个在打破，还是能打破。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有60多种啊，这60多种基本粒子再把它打破，这个科学的技术越来越精密。打破之后看到了夸克，它还不是最小的，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是打破，真相出来了。为什么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什么？发现什么？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下就明白了，原来物质是念头波动所产生的幻想。啊，你看佛经上3000年的佛说相由心生，就证明了啊，心现识变。所以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看着跟佛经一对照相同啊，苦空无常，我们就踏实了，不怀疑了啊，世间的相是苦啊，体体是空啊，物质有没有？确实没有。佛在菩萨出胎经里头跟弥勒菩萨有一段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那个也是问话啊。心有所念，几念几相甚也，那个相是物质，物质现象，时就是80里面的落些种子啊，几念是有多少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啊，一弹指说破手弹指之间之前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
啊，这个数字就拿出来了，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前面生，后头就前面后头就生，也就是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生灭，这么快。啊，每一个念头都有现象，就是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就说明是每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也有精神现象。啊，那个实就是念头的现象，念头跟物质是分不开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有物质决定有念头，这个要知道啊。就是心跟物是一体，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提出来，这个世界上科学走了400多年的这个错路，走错了，就是把这个心物分开了，心理学、物理学分开了。不知道的时候，物理跟心理是一体。啊，这一分开的时候，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啊，现在才澄清。啊，所以提出一心控物。啊，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的现象。小可以控制自己身体。身体有疾病，念头转善。病就好了，啊，所以说不需要医生，不需要医药，啊，自己有个非常健康，像佛菩萨一样，啊，永远不会有生病的，啊，这是控制自己，大对外面控制我们居住的环境，居住环境里都没有灾难，啊，灾难从哪起来的？这经上有，水灾。贪心起来的，啊，贪心是水呀，啊，火灾，像地球温度上升，火山爆发，成灰，啊，发脾气就引起这个灾难，啊，愚痴感应风灾，啊，龙卷风、飓风，啊，这是愚痴，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山崩地陷，啊，地突然陷下去了，这个现象现在很多，啊，从前很少听说，现在很多怀疑，怀疑心重的人会有这种灾难。你人心，这个贪嗔痴慢疑全没有，身体跟居住环境灾难也没有了。啊，我们相信再过20年科学再进步就把这个全都证明了。啊，我们要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能不能？能。每个人念头纯正，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啊，只要把无量寿经讲清楚讲明白。我们起心动念常常想着这些经文，啊，大家都想，这个世界就起变化了。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是自信圆满的流露。啊，那么我们用慧能大师这五句话，极乐世界清净，一尘不染，啊，衣服不要去清洗，不需要洗衣服，永远不会脏，啊，永远都是发亮的，放光的，清净，
大地清净，树木花草都清净，是珍宝为体。啊，我们这边树是木本的，啊，草本的不清净啊。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是七宝造的，啊，它的体是宝，是珍宝，啊，所以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我们这个世界，动物生老病死，植物生住灭，异灭，矿物沉住坏空，全是生灭现象，极乐世界没有生灭现象。啊，永远没有灾难的现象。人在那个地方不需要饮食。啊，所有一切真是心想事成。啊，想衣服，衣服在身上。你想什么料子，确实跟你所想的一样的，款式都是你喜欢的，啊，不要不要就没有了，不见了，啊，不需要收拾，啊，你看那个后头极乐变相图，你细看，这里有画的房子，房子里有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它不需要？那时候我们要书房，要书架，摆那么多书，都累死。啊，到那个地方，我想看华严，华严就在桌上，我不想看就没有了，不要收拾它，称心如意呀，这才叫自在圆满呢。啊，谁来陪着我们读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着每个人读书，什么神？阿弥陀佛的化身，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学生都照顾到。啊，学生也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修佛、去听佛讲经、修慧。所以在极乐世界，老师是佛陀，菩萨是同学，啊，文殊、普贤这些菩萨都是同学，啊，老学长，啊，声闻缘觉那是学弟，啊，到那个地方全是化身菩萨了。这么好的环境，你要不去，不冤枉啊！啊，什么时候去？现在就去。现在阿弥陀佛来，跟不跟他去？跟他去的就对了，啊，不跟他去的就堕落了。啊，所以我们的心念念是在极乐世界，所以才放得下。你们要给你们，通通给你们，我一样也不要。啊，我要的是清净阿弥陀佛。我要的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有一样放不下，就是一个绳子拴在了你，你去不了，彻底放下。啊，自私自利、自我的念头没有了，无常无我。啊，这个世间真的是无常无我，我不存在了，我这个物质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细胞分析到最后还是微中子，那微中子的形成是念头，在一秒钟，咱们现在用一秒做单位，一秒可以弹七次，啊，那一秒钟是2240兆次的生命，什么是我？啊，汗毛不是，
细胞不死。你说肝细胞，这细胞早就灭掉了。啊，确确实实没有啊。这个东西要常常放在心上。看什么呢？看一切人，看一切万物，看一切事，全是这样。一场梦啊，你能这样看法，梦就很快醒过来了。啊，虽然醒过来，还留在梦中。留在梦中什么？做佛事。我想到极乐世界，我希望多带几个人去，不是一个人去，我一队去，一帮去。好啊，极乐世界开欢迎大会啊！啊，所以我们在这做表法，在这把极乐世界的好处，因为这是报佛恩，没有佛菩萨，我们怎么知道极乐世界？我们怎么报佛恩？佛什么都不要，佛就喜欢每个人都救我，我们努力让别人知道有极乐世界，知道有阿弥陀佛，知道有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就是圆满经。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讲大藏经，统统在这里头。念这一部全念了，别再找麻烦啊！不只是《大放光佛华严》啊，这一部经就是圆圆满满的《大放光佛华严》，《大放光佛华严》就是圆满的大藏经。啊，也是圆满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再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梵殿好啊，这是我想出来的 啊为什么叫每一个人有意无意他都念一句阿弥陀佛，他晚上看招牌的时候都会念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了，跟极乐世界就有缘了。这个招牌度多少人啊，不止千千万万呐！你说这功德多大？我说的不知道，一分析的全明白了。啊，竖这个招牌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代表，阿弥陀佛的代理人，他在这里接引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头啊，必定有一天他现行啊，他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啊，死心塌地，再没有第二种，他就成就了。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不能不知道，这一次的机会决定不错过啊！我们的精神、体力、聪明、智慧、财富都用在接引众生这桩大事上啊，那么我们这个过去我想的是弥陀村，19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在旧金山讲经讲了一个星期，住在居士家里，他的家是公寓，老人公寓啊，这一栋大楼好像有20-30层，犹太人他们经营，里面有400多个单位啊，一个单位或台湾15平，
啊，所以他有一个小客厅，有厨房，还有个走廊，啊，有卧室，啊，有洗手间，啊，还有个小可以放东西的，像库房一样，啊，收物品。大概价钱也不是很多，啊，适合于老人居住，老年人是多半住的，那是很多中国到美国去养老的，啊，不是跟儿女住在一起，都住在老人院。老人每天没事，啊，看电视，啊，逛街，啊，还行动，还可以走路的。啊，80以上就走不动了。啊，在家里没事情干，我在那讲经，通通来听经。听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方法好。啊，应该21世纪的佛教道场就是老人院。老人没事情干，他不跑，他在听经嘛。啊，听了很有受用嘛，然后念佛求往生，这多好。啊，随即动了个念头，哎。这一栋大楼就是一个弥陀村，那向这个方向去想。那么现在想到我们求学，啊，求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这个学校必须的时候，四个主要的建筑，啊，一个是教室。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宿舍，一个是餐厅。啊，这四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设施。啊，我们在里面学可以不出大门。啊，如果说这个楼有个十几层的话，啊，跟旅馆一样。啊，每一个人一个房间。啊，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房间，学生。啊，一个人一个房间，他在这住一辈子。啊，那么这个里面可以办学校。啊，可以办道德讲堂，可以办幼儿园。啊，小朋友接受啊。伦理道德教育啊，附设的都在这一栋大楼里面生活在一起啊，好容易表法，每个人都要遵守伦常道德，都要遵守三规五戒十善啊标准啊，看到别人没做到就会骂之，你哪一点没做到啊，互相督促啊，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了。这一个点复兴，大家来看，这个老人院里面啊，过得多幸福，多么快乐，别的就会欣赏来模仿啊，那么普及到社会。普及到全国，佛法的目的达到了。佛法是目的，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离苦得乐，真的让每一个人身心舒畅、幸福快乐。啊，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国家兴旺啊，事业顺利啊，在国际上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
互助合作，永远没有战争。啊，希望能做到永远没有竞争，没有斗争，这才是太平盛世啊！这个盛世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啊，今天起心动念要想到全世界，问题才能解决。想到我局部好，那个地方不好，冲突就发生。大家都一样好，冲突就没有了。啊，所以每个人有观念、起心，我们是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全民服务的，不是为我国家民族，是为全世界，或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啊，对所有的人都尊重，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永远安定，永远和平。中国能做到。啊，我这里一部群书之要能做到。唐太宗做的。啊，唐太宗那个时候大唐帝国幅员比现在大了。比我们现在版图还大。啊，统治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靠什么？用什么统治？群书之要，这是他编的。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术，都是抄写、手写的，分量不多。啊，那只有是高干才能得到。一般干部得不到啊，高干做榜样啊，讲给大家听，让大家读懂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人人都可以具有啊。这个本子是现状书，做得正好，让人看到生欢喜啊，宣纸啊，大陆做的，有的卖，它的定价2800块，值得，非常值得，2800块。啊，那么我们今天讲汉学，学什么？就学这部书。这部书第一页右线，它讲什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啊，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公平啊，从修身讲起啊。大学里头有一句话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皇上到老百姓，一世界以修身为本。教育目的在哪里？修身为本。所以身修而后家齐啊，你的家才会整齐啊，家就兴旺，家和万事兴啊，你的事业会顺利啊，你有道，你有德了，用道德来经营事业顺利啊。现在我们在做实验啊，苏州的吴总吴念波居士用传统文化来管理他的公司出名了，现在外国不但有很多团体，还有国家领导人都在参观来学习他是怎么管的，为什么管得那么好，没有别的，一家人啊，员工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啊，财富是大家共有的，啊，员工的父母，我们自己公司里头有安老院，就养老的公司来养老，有幼幼院，公司来教小孩，就是一家人，他就做出来了。我告诉他，中国能够做20个这样的榜样，就会影响到全国。啊，还有一个道德讲堂，广东潮州有个谢总，谢一辉居士，啊，他办了个讲堂，今年第4年，期限是1个星期7天，封闭式的，啊，密切的是来学习。7天能够帮一个恶人变成好人，帮助一个贪官变成廉洁，他真做到了，说的没人相信。日本前首相鸠山到香港来访问我3次，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不相信，怎么可能7天就扭转？我说你去看看。他到那边去住了3天，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文化的魅力有这么大。啊，7天把一个人完全恢复到圣贤的样子，政府的地方政府欢喜，啊，把干部都送去受训，个个变成好干部，啊，这个政府的政绩上升了，提升了，啊，最近《人民日报》在那挂牌，《人民日报》是国家的，中央政府肯定的。我们这里也在办模仿的，我们这里派了大概6、7个，啊，到他那边去学习，学习回来了如法炮制，听说做的也很有效果。啊，教学全部用碟片，用光碟，啊，没有老师，老师请不到啊，很难请啊，啊，完全用光碟。光碟都是这些老师过去这么多年来各地方办这个讲座，啊，办这些活动留下来的，我们在这里精挑细选，选择现在人迫切需要，啊，送给政府，啊，这些政府官员都看过，认为好，啊，有问题的把它删掉，起很大作用。啊，好像现在国内有好几个了。啊，慢慢的，我相信越来越多。啊，我们在澳洲也办了，马来西亚啊，正在准备要办道德讲堂，他们的校舍年底可以完工，啊，就可以开办。啊，我们这些辅导的人员，就是先到潮州去受训，啊，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熟悉之后回去自己办，能够把一个城市的人教好。这个城市全是好人。
一家好人不行，一个都是好人。啊，我们在这个城市，图文巴小城，这13年，我们自己做得不错，啊，大家赞叹，晋中学院都是好人。啊，现在我们要扩大，我们图文巴市全是好人。啊，这个他们都知道，都有心来做，有这个共识，所以做起来不难。啊，图文巴市要是变成这世界上头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试验的一个点，真做成功了，会影响很大。啊，那么首先我们就邀请每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参观来考察，然后希望他们把这一边的成就写成报告送给自己国家做参考。啊，如果要想做的通通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我们这个地方接待协助他把示范城市做出来，道德讲堂做出来。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孔子学院很多，现在没什么内容，将来传统文化充实进去了，儒文化传遍全世界，好啊。啊，所有圣贤文化是一个文化，差别不大。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细心观察、研究、学习。啊，我们心目当中肯定的全是在佛法讲佛的化身。啊，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甚至尧舜禹汤都是佛如来的化身，因为他们所说的所教的都相同。啊，这些人没见过面，啊，没有通过信，啊，所教都是一样的。那这一样的是什么？信德，只有信德是一样的。啊，所以把人性信就是真心，把真心找出来，用真心用事，就是宇宙大同。啊，那不是一个世界，啊，不是一个银河系，是大宇宙。为什么真心所现？就这个道理。心现识变，我们不要识，把识放下，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统统放下，用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用清净平等觉，宇宙大同，宇宙同和，全是诸佛如来。我们走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很重要。啊，今天时间到了，有一桩事情给诸位介绍一下，好事。台湾地区听经闻法又更加方便了，有人发心成立一个阿弥陀佛多元文化教育台，画面非常清楚。啊，希望诸位同学记住收看这个节目，大概这是成立没多久他送给我的，告诉我这桩事情，好事情。啊，我们有多有一台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好事情。谢谢大家。